病嘛，药方倒有，只是药引难求。只要治好小女的病，不论任何珍贵药品，我都不惜金钱。可是这几味药引子实在太难找了。哦，先生，你不妨说说看。员外听了。仁兄有所不知，家中小妹志高强，教育男儿真端长，知分不惧是寂寞，开天不爱爱文章，心随我
是未带香烛啊，不妨我们插柳为香。敢问仁兄，我十六，你呢？十七啊，我敬你为兄，我爱你如弟。来，相逢好。远之则远。
时终日，报时终日，报时终日。下一句，报时终日。饱食终日的下一句，下一句。哎，饱食终日以后呢？饱食终日以后就不饿了。哼，真是朽木不可雕也，粪土之墙不可无人。贤弟听了，佳节王为梅戏把江山摆，明忠王为大计秘密守宅，周幽王。
向乡差去，我从此不敢看顾啊您。英台，有什么话你尽管说好了。师母，老师教诲恩如海，师母栽培德慈善，子与两兄同守夜，春花秋月第三年，三年师母面还有什么难为情的呢？说嘛。英台原是乔装扮，师母眼中早看穿，即使师母早看穿，英台不负苦秀才，千言万语说不尽，取出怀中白玉环，教育两兄人心无往往成全好姻缘。
想小弟年纪还小，要什么期房啊？梁兄，你看今日天气晴和，不要辜负大好时光，你我弟兄二人沿途吟诗以话衷肠如何？哎，愚兄才疏学浅，不比贤弟满腹文章，只怕对不上啊。梁兄特谦了。不提文章不好讲，且让风景云池长，在堂里游来游去，他们总也不肯分开。只要没有人垂钓，他们是永远不会分开的。这么说，我们是鱼就好了。哎，哎，你看，
拜公弟就在前边走，不敌后边叫得走，未曾看见哥开口，哪有母鹅叫公鹅，你不见母婚姻之事的。哦，既是月下老人，为什么不把红线把他们两个系在一起呢？月老虽把婚姻张，母雕难保。
口而张，观音大师把门来走，来来来我们替他来拜他。哎，先帝越说越荒唐，两个男子
光阴，有我为媒是可陈，路远无缘见玉人，青春美貌定无论，闻言与我无差异，文貌巧人两不分，我与他是同年同月同胞身呐、啊。堂前一拜谢媒人，贤弟情深意更深，不管出言多比喻，
山伯，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。师母，什么事啊？山前含笑问书呆，你是力气你是才，到底他是男还是女？师母说的是谁呀？你三载同床的祝英台，男女分明何用台，英台怎会是群差，明明师母开玩笑，山伯书呆并不呆，他临行告别到庄台，几度含羞口不开，去处玉环为心无，请求师母做媒来。英台有位似英台，自愿为媒配不才，临别已经当面说，有劳师母到书斋。英台却是女群差，师母跟前此人来，儿女私情谁肯说，你书呆毕竟是书呆。啊，英台是个女的。想不到就
小姐在杭城读书的时候，与那梁山伯相公一接近来形影不离，临行之时小姐还讲小姐还亲口许娇媚，英台你怪不得好言相传传不行，却原来在外有了儿女情，美满姻缘你不愿辜负老夫一片心，自从盘古开天地哪有闺女自定亲，哪家有才有势有美品，梁山伯他与我主将难天银，爹爹女儿与山伯三载同窗情投意合，马家婚事女儿万万不能从命，我已将你许配马家，择日下聘，万难更改，女儿心愿已定，但凭爹爹你好奴才。小姐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，待会儿我慢慢劝劝他也就是了。哼，从也要从，不从也要从。妈，英台你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唉，事到如今你还是答应了吧，妈。但愿爹爹做事长，不该将儿许马家，自从女儿回家乡，曾将重情禀告妈。他们马家有才有势，你爹爹既已许了亲，怎么能再反悔呢？再说你自己许的亲传说出去总不大好听，我看你就没了吧。我还没去怕风雪一样，全是有多大要趁心出悲，
算姻缘上宿缘，今生今世不分开。无来世爹爹也将我终身
香秀。草桥相遇便相知，同学三载本有情，留下一环温馨物，相伴是母说归依旅行，送我钱塘路几度往前路分心，我与你水面沉霜流离，关于你唐起走给白观音，岂不知好时辰虚晃方大鸳鸯两路分，别的输了马家风，几岁你的难受，上有何言对故人，上有何言对故人。多少人沦落，
下婚姻太幽暗，何时你再上我家门，将来有命中相见，不命今生不相逢，只有相残心怎么说？他哭了半天，就叫我把这个交给相公。啊？
怎么样？他死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小姐。上轿，花轿已经上门了，还有什么一定不一定？也好，女儿就依从爹爹。哎，这才对呢。不过，求爹爹也依我一件事。说吧。哪有新娘上轿去祭坟的道理？一派胡言，简直是一派胡言。爹爹若是不答应要我上轿，忘不了。上命不。
标，是指我里外月老来做媒，谁知晓喜鹊为报乌鸦叫，是指我升官阶下来迎亲，谁知Yeah.